总是缺原石，看看这些原石获取渠道。原石月入过万不是梦，14个方法让你不再为原石烦恼。最后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拿，大家一定要看完及时去做了。一，每日委托60原石，仅仅辛苦一个月就有1800原石。对了，一定要找凯瑟琳交任务啊，小萌新们。二，冒险之阵见闻系列，50到150原石不等。三，冒险等阶奖励，50到150原石不等。五，收集神童的奖励，一个神像升满级会有600原石，四个就是2400。六，任务奖励，40到120原石不等。不想做任务的宝子们动起来好吗？比如森林树啊，做下来刚好1600原石，就是长了点。为了原石，这点痛算什么？七，深渊奖励，前八层有2400的原石啊，一次性拿完，后面四层每月可打两次，打满的话是600原石，两期共计1200原石。八，活动奖励，600到1800不等，一定要参加活动，一定要参加活动。因为活动除了原石啊，还有皇冠，这东西有钱都买不到。九，宝箱奖励，华丽10原石，珍贵5原石，精致3到2原石，普通1到2原石。而且蒙德和璃月的普通宝箱没有原石，2.0 之后，也就是到期存延之后的普通宝箱才有原石的。十，游戏外活动，10到100原石不等，官方会做一些网页的小活动，大家可以参加呀，文字再小也是肉嘛。11，新角色试玩20原石，现在池子基本都是两个，一个月拿60原石基本没有问题。12，维护更新福利，定期游戏更新时会送300原石，直接发你邮箱。13，每个版本更新兑换码300原石，但时间很短，需要重点关注。鱼儿每期会出前瞻总结，大家可以关注一手。14，陈歌湖邀约，按要求建设不同的套装后可以邀约角色，每邀请一个角色可免费获得20原石，这个获取条件相对苛刻，需要大家收集材料，耗时间去做摆设等待制作。大家可以买仙素瓶，可以降低做摆设的难度，赶紧把室外摆设套装做起来，早日把原石拿到手。以上呢就是鱼儿总结到零氪档能获取的原石了。如果原神的氪金有段位，那么月卡档肯定就是性价比之王，30块钱就能领到2700原石，再加上买月卡的300创世结晶，真的很划算。有条件的再推荐个大月卡，除此之外就不要再氪了。别问我为啥，虽然我现在玩得很爽，但是氪完之后鱼儿真的好后悔啊，因为我就是口嗨抽卡，虽然舒服，但是唉。如果视频有帮助，麻烦给鱼儿点赞关注一下，拜拜。